好，欢迎嚟到 Tony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 Tony Chan Transport and Life 频道啦。咁我就系管理员发财 Station Four。咁我而家搭紧呢架系83 K 嘅，咁车牌号码咧系 LR 6469，唔系系 LR 649嘅。咁咧就呢架车咧就有七个人，再加一个巴士职员啦，咁就八个人啦，当佢啦，送俾佢啦。而家開緊20分鐘一班，廣元村冇人上嘅，咁我哋轉入牛皮沙嗰邊啦。The next stop is Banyuan Hao. 下一站是广荣楼，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咁呢度上三個人嘅，咁就11個人啦。咁喺廣榕樓上三個人，咁而家總共11個人啦。咁而家個時間都係而家係9:46:47到嘅。咁就而家就繼續落山啦。咁我預計其實個客量都應該唔掂啦，啦呢架83 K 咁，尤其我而家係反方向嘅，反沙田市中心方向嘅，咁我都唔會搭到沙田市中心嘅。好，阿恆大。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。下一站是香港恒生大學。本班車為83 K 線。开往沙田市中心。呢度上多两个人，咁13个人啦。咁我预计交通应该好畅通噶啦，只不过系啦，客量咧就冇眼睇咯。The next stop is Lao Tsin Shan New Village. 下一站是牛蹄沙新村。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好，牛皮沙新村冇人上，冇人上嘅。好啦，咁就应该咧。就翻翻去啊，成日都講嘅阿至尊啊，第一城浸信會嗰度嘅。下一站係愉翠苑。The next stop is Yu Tree Court。下一站是愉翠站。請緊握扶手。係過唔到嘅。咁對面咧，都有架89S嘅喎，又睇下佢下量點先。吉車，係真係吉車，攞命啊！89S 係吉車嘅，真係吉車上廣園咯。咁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最後仲要拉埋落去圓洲角咯。其實有咩客咧去到嗰度？
咁就嚟到御翠苑。上多兩個人，咁啊15人。咁就而家就超過一成客量啦。咁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達到兩成喎，因為而家佢呢架車咧個特別之處係會行沙田工業中心，跟住就會行小瀝源路走噶啦。咁就唔好似前面好多嗰啲咩85A 啊、49X 啊、200A 嗰啲咧，就會入咗第一城嘅。有個學神咯、啊，今夜仲有班學神喺度學車喎。下一站是沙田工業中心，請緊握扶手。Metal the handrail， 請緊握扶手。哇，有個 602B 喎，嗯，有趣，即係咧 ，602B 咧開到咁夜咧，其實咪真係有咁多客去支持佢咧。其實佢呢班應該唔係你呢班仲未翻車喎，呢班係都好嘈，都我諗係咯，我見到又唔係好好啫。602B。第一城廣福街。咁就去寶城街啦。The next stop is Ho Chi Street, Little Run Shopping。下一站是第一城寶城街。請緊握扶手。Lift up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不過602B 又未至於去到話好差嘅，我見到有零零星星幾個喺上層嘅。不過反而我有少少懷疑602B 咧，係咪有啲客咧根本其實係吸咗602啲客人咧？其實602咧就行呢度我哋見到外面嘅小瀝源路嘅，咁所以其實602B 可能只係調抽咗602B 人嘅啫，即係分薄咗602啲班次。其實都應該有十幾廿幾個嘅，而家好啦，我哋左轉入去小瀝源路。前面嘅602B 落咗兩個人嘅，咁我哋呢隔離落幾多人呢？就落咗一個人嘅，奇怪啦，點解？佢可能多啲位置開車啩，好啦，跟住就會轉翻出去大通橋路噶啦。我估都應該執唔到噶啦，應該之後先。The next stop is Little Run Shopping。下一站是。沙田第一城，请紧握扶手。Metal the handrail， 请紧握扶手。哇！对面架83K， 我谂十几个人啫喎，都唔系好掂啫喎，83K 对面嗰架。咁我哋而家转入沙田第一城个站啦。咁呢度咧就其实有240啊嘛。或者係其他咩89X 啊、299X 啊呢啲車全部都可以行曬同一條路嘅，唔知點解一定要揀啲83A， 除非可能執雞嘅啫，呢度開始應該執雞噶啦，就睇下呢度執到啲咩啦。
哎，有一個人上，咁啊十六人。嗱呢個位咧，呢個站咧就全部都係去沙田市中心嘅，即係咧呢度咧條條線咧都會去到沙田市中心，一係就行元和路，一係就會行大中橋路，無論如何都會去沙田市中心沙田站嗰邊噶啦。咁啊十六人啦，咁下一個站就富豪花園。The next stop is Bella Garden. 下一站是豪华园。请紧握扶手。Next stop is Hungry. 请紧握扶手。B 咧，其實首先都幾鬼奇怪嘅喎，你就可以當佢係啲都唔知唔識講啊，佢又兜廣園啦，又兜下啊越翠苑啦，跟住頭先見到我哋沿住行咧，就一路行埋嚟富安花園嘅。咁其實佢有部分位其實同六百二重疊，但係 search 到啲係六百二做唔到嘅地方嘅。咁有客就一定有嘅，但係係咪真係有嗰個客源基礎咧就？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森巴興奮症，你看看剛才又不是很久，那些人走下去扶回去下車。哎，是有人上的，那就这些都是執雞的了，算了。哎，这里叫都叫很多飛的，这里叫你去沙田市中心。上兩個人18個人啦，那其實又不一定去沙田市中心的，那個特別之處就是這條83的循環線，所以有機會一些人是過對面河，那就是越和路都有機會的。咁但係去沙田市中心嘅機會會大啲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個站落車啦，都有人幫手撳個鐘啦。應該下一站係麗豪酒店。The next stop is 我都要落車啦。哎，過唔到。落車啦！咁咧，再上多個人，19個人啦。咁啊，19個人一個單，咁啊，落咗3個人。
咁大部分嘅人都係去沙田市中心噶啦。好啦，咁就行路，拜拜。咁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《快樂無窮》啊！